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啊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905页倒数第五行，从当中看起。如家乡树，以心财相继不舍，解释累念积虑啊，以勤求无灵，解释未心走使，念老把这个意思给我们简单的说明白。这是说集于心念之中，我们今天讲的起心动念通通都是财物啊。今天讲财富啊，物里面含的多了啊，他所想要得到的啊，所以他身心不安了啊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无非是想求得他之所爱所好所愿啊，所以他的身心定不下来，不安呐、啊，这就是唯心走失，心里打妄想啊，身要为这个妄想去办事，又警心曰：唯心走失者，如客路住于养业。这个故事讲了很多啊，春天特别是早晨，黄昏也有这个现象啊。我们在国外地广人稀，
车开在高速公路上，看到前面的地气，好像水里头的波浪一样，一冲一冲的，常常看见雾气，就是地面上的水蒸气，这叫阳焰。路野生的，他不知道，他远看呢，以为是水，他渴了，想喝水。往前面走，走，不管走多远，他还在你前面，永远找不到。它不是水。这个口渴的鹿以为是水，追逐阳焰而得不到水。这是比喻。世间人想得到财富，想得到五欲六尘，财色名食睡，不知道这些东西它有因果啊！不修因，怎么可能得来？看到别人有，想尽方法欺骗他，夺取他。得到了，得到怎么样呢？自己享受不长久，转眼就成空啊，累积财富，有啊，真有其人呐、累积亿万，不敢放在家里。我记得我1977年第一次来讲经，是盛怀法师跟谢道莲居士两个人到台湾把我请到香港来讲经。那第一次出门在香港讲了4个月，谢居士小有财富，不是大富人家。他的那些金银珠宝放在银行保险箱里面。有一天他带我去看。3个抽屉打开来给我看，我嘲笑他，我说你就这么一点点呐、财富不敢放在家里，放家怕打劫，不敢戴在手上，戴在手上出去你们手砍断，只有放在银行里头保险箱里头，那是他的。我说你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？他说你有啊。哎呀，我说我太多了，我自己都数不清啊。他在哪里？所有珠宝店都是我的。我去看，拿来，我看看，看完之后收起来，乖乖听话。又不能带在身上，又不能放在家里，怎么能算是自己的？那要算是银行保险也算是自己的，那所有那个珠宝店的都是我的嘛。我去看，叫他拿出来，他敢不拿吗？叫他收，他好乖乖收起来。人要有智慧呀、这是被欺骗了。以为是自己的，错了。我讲经是常说，你身上带的钱是你自己的。放在家里放在银行不是自己的，你住在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是自己的，离开房子不是你自己的，
我说实话了，说真话了，心里头没有负担了，全放下了。啊，这个认为是自己，那个认为，你想想，全是假的。哪一样东西是自己的？这为心作事，这个心是妄心，迷惑颠倒的心。啊，你为到他，一天忙到晚，受苦受难，冤枉。啊，像克罗格杨艳，啊，一言论于空话。啊，意思是什么？眼睛有毛病了。啊，看外面空中，总觉得空中出现很多东西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眼病。好眼睛看不到。啊，我们也害过眼病，有这个经验。啊，不只是戒为业。爱谁之心的啊，贪爱感应的是水，严重的是水灾啊，说不了病化而走吃苦啊，不明了，因为眼睛有病，看到空中好像有花，其实空中没有。啊，这跟这个比喻相当，从这个比喻里面，希望我们觉悟。杨艳，即是下面这个带火字边的艳啊，乃沙漠中出现的幻象。冤枉似水啊，客路客马等求水心切，去复求淫，为师徒劳啊，这个刚才跟诸位说过啊，杨艳旷野当中啊可以看得到啊，在高速公路行走的时候，如果几十里路都没有人家，这种现象呢，就很可能出现。又如有意之病，眼睛还毛病了，于虚空中呢望见空花，啊，自己想去择这个花，哪知道是一场空。这都是说形容为心走使，走使者就是劳碌奔波啊，一天忙到晚，不知道忙些什么。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：“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”这个观念，这个说法绝对不是消极，它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人如果想求富贵，佛法里面说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儿女得儿女，求长寿得长寿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这个话我第一次听到是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啊，我跟张家大师
那一年，他老人家65岁，我26岁。啊，张家大师大我39岁，祖父辈的人呢，他看人看得太多了。从阅历当中，我们能够体会得到，看到这个人的相貌，精神、仪表、谈吐，啊，这个人一生的命运呢，他都知道。啊，那么对我当然不例外。老人慈悲呀，帮助我们改命运。啊，命里头没有财富，一生贫贱，命里面没有长寿，短命的相。啊，他虽然没有说，我自己清楚。啊，他叫我把这个因果说清楚、说明白。啊，财富是果报，因是什么呢？是财布施。我没有财啊，我怎么能修财布施呢？那得有钱人才做得到啊！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一毛钱有没有？我说一毛钱可以。一块钱有没有？一块钱还勉强，还行。他就下断语，你就从一毛一块学布施，最重要的要长存布施的心啊，不能没有这个心。力随分啊，有多少就布施多少。财布施的财富啊，啊，聪明智慧是果报，法布施是因。啊，你所知道的，喜欢讲给别人听，这叫法布施。啊，不但自己要讲给人听，自己还要做给别人看，身心言交啊。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聪明智慧，无微不至。别人遇到困难，遇到这个障碍，你有方便把它化解，啊，让他离开恐怖、忧虑，这叫无微不至。果报是健康长寿。啊，我听懂了，听明白了。他就叫我要真干。
啊，先试试看。他那一天给我说了六个字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他说：“你就真正干了，就落实在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你去做六年看看。”我很听话，就认真做了六年，六年果然有效果，而且效果非常殊胜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寿命只有45岁，45岁以后，这个寿命全是这一生修无为布施、法布施延长的。啊，自古以来。修长寿的人多，得的果报也很显著啊！啊，但是延寿超过40年的不多。啊，大多数是一个期、两个期、三个期，很多。啊，一个期就是7年。两个期14年，三个期21年，啊，袁了凡先生延寿21年，他的寿命只有53岁，他活到74岁走的，啊，延寿三个期，我没有求长寿。啊，我把寿命交给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觉得我什么时候该走了，他就会来接引我。那不来呢？不来就让我表法。啊，表什么法呢？表这三种布施。啊，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我做了一辈子，天天都在做。讲经教学是法布施，用我的身体，用我的精神，这叫内财布施，比外财果报还要殊胜。啊，外财。身外之物，啊，内财，身心体力，啊，无微不食，念念不舍苦难众生，啊，念念都想帮助大家。离苦得乐，这是无为布施啊！老师教我，我做了62年，证明老师说的，佛经上说的，丝毫不爽。绝对正确。啊，所以我们应该遵守古圣先贤的教诲。啊，真正有德学、有学问的这些老师的教训。
尊师重道，依教奉行，决定不吃亏啊。啊，决定有殊胜的果报。啊，不再有劳碌奔波。啊，游化在人间。无比的快乐这些都是从佛法当中得来的啊！所以我对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啊！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忧苦万端，要分两小段。第一个小段，财务忧苦，贪财，贪图享受。啊，这里都有两个小段。有无同忧，请看经文：无田有田，无者有者，眷属财物有无同忧。啊。无田有田，直忧苦万端。这一大段经文，皆是累念积虑，一句之详也，详详细细给我们。言说啊，田田地，没有田地的人想要田地，这是家者，古时候是大家庭，眷属是家属亲属，还有佣仆啊，家里面请的工人，这些工人古时候有一生在这个家庭里面服劳役的，啊，也有是短期的，短期总是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。这短期啊，这都属于眷属啊，财务家财产业等自身之器物，这个字呢，生活必须要用的这些器物。那么以上呢都是所有的境界，啊，这一些都是前面说的人生不吉之事。人生最重要是什么？生死大事，这些全是六道轮回的事情。啊，你天天忧虑这个，天天在制造六道轮回，你怎么能处理？啊，这不应该忧虑的，啊，应当要完全放下了。啊，可是今天这个世界，几个人肯放下？
哪个人不忧这些事情？我出生3岁之前的事情忘掉了，一点印象都没有。3岁之后还有印象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的家败了。真正古人讲的家破人亡，原来是个大家族。还是造作的不善业。大家庭瓦解了。家属各奔前途前程，到外地去谋生去了，也就迁走了，老家没人了，我在十几年前回到出生的地方就看看，地还在，空地了，房子没有了。当地有个老先生跟我同年，大概小时候在一起玩伴，告诉我旁边堆的一些瓦，堆得很整齐，这就是你家房子拆下来的瓦。我看到这块土地，当地政府也有意把这块土地还给我，我很感谢。如果将来有一个机缘，这是在乡下，可以盖个小的四合院养老，没有别的念头。地不大，大概有几亩地。我们看下面注解的文，无者欲得，自己缺乏的享有，思欲得之，但已有者呢，又惧其无，又怕失掉，所以一夫同游啊，欲害难填呢，患得患失。故曰：有无同游，人的欲望没有止境。这是人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？就是这一个错误的念头，不知足啊！人要知足，就很容易回头。
特别是年老啊，年老，如果对得失看得很重，不是好事情啊，年老应该放下，应该办除世间的大事啊，除世间大事，我们真正有把握，真正可以做得到，做出成绩出来，无过于幸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经上所讲的这些，统统要放下。啊，下面一段，欲无止境啊。前面说的欲海难填呢，患得患失，有益少益，思于其等啊。念老在解释说得好，例如自己有10000元存款，念老写这个注解，大陆上有10000元存款少啊，叫万元户啊，那是相当富有啊。啊，现在不稀奇了。所以自己有10000元存款，看到别人有20000元，这是更有10000元，想跟别人一样啊。每个人命运不相同啊。财富是多生累劫财布施所成就的，不是偶然的。想是妄想啊，做不到啊。啊，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先生，他的一个老朋友陈朗啊，早年常常听我讲经，我们很熟啊。陈老居士他懂得了算命、看相、看风水，在这一方面，他很有造诣。啊，他告诉我，李嘉诚先生30岁的时候，从潮汕刚刚到香港，在香港做小生意，遇到了。啊，他看他的相，给他算命，问他：啊，你希望将来拥有多少财富，你就满足了。李嘉诚说：我如果能有3000万，我就非常满足了。啊，陈老先生告诉他，你命里面的财库是慢出来的，但这很少有啊，他一生没见到过人家这个命里的财库有个8成9成不错了啊，平满就
所以你是慢出来的，就告诉他，你将来是香港首富。啊，所以李嘉诚就认定了他，等于是他的私人顾问。啊，什么事情都向他请教。前几年过世了。啊，在世的时候我们常常见面。啊，有时候他来听经。所以命里有时终须有啊，命里无时莫强求啊。李嘉诚做生意都赚钱，你跟他做同样的生意，他赚钱你舍本。为什么？他命里头有，你命里头没有，不一样啊！啊，人要真正明白这些道理，心就定了。啊，心定就不迷。啊，不迷就有智慧，有智慧就可以改造命运。啊，不是不能改造。啊，我这一生的命运全改过来。啊，命里头没有财。啊，日子过得不错。啊，命里头有一点小智慧，这一点小智慧用在佛法上，变成大智慧。啊，没有求长寿，寿命自然延长。啊，我是念念想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时时想回老家。老家是西方极乐世界。对这个世界一无所求啊，所以得清净心呢，成喜悦相啊，八大乘、八净宗表演出来给大家看。啊，念老者后面说，一般人想啊，自己有一个电视机，看到人家有两个啊，总希望自己再有一个跟他平等，思而未得呢，故以为有啊。啊，他有什么想不到？那想到了，想到有也不能够止住，有两个还想有三个，啊，有房子还想有大楼，欲无止境啊，故永有不足之有。一直到老死还不满足啊，那么这个忧虑带到下一世，生生世世离不开忧虑。你说你活得多辛苦啊！底下一段悠悠非常啊，非常是怕丢掉
这是决定不能避免。啊，请看经文。舍小具有，这小康啊，又有非常。非常指什么呢？水火盗贼，冤家债主，分票戒毒，消散莫灭。这个东西天天挂在心上。我们看注解，且少具有，便于长保，恐遭祸变，虑其复始，故云：舍小具有，有有非常。非常呢，是指下面所说的水火盗贼、分票戒毒等非常之祸也。这些也都是事实。不是假的。现代由于资讯发达，交通便捷，这个地球上无论哪个地方出了一点事情，很快就传遍了，啊，我们就得到信息了。过去的旧社会里头没有，我们住在乡村，距离县城还不到30里路。县城里面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有时候半个月才知道。所以在乡下天下太平，没事，不知道啊。啊，现在这个太平日子没有了，每一天从媒体里面得的信息，水火盗贼就太多太多了，许许多多地方就发生，这意想不到。心定不下来，从前心是定的，天下太平，没事啊，我很难得，这么多年我都过太平日子。这太平日子怎么过呢？我不看电视，不听广播，不看报纸，不看杂志。啊，朋友到我这儿来，只谈佛法。啊，不谈这些东西，所以外面情形我全不知道。我居住这个小环境，天天太平。啊，这个小环境没事情。啊，我们的邻居处得很好，见面老远看到就打招呼。还有的人情味啊，如果天天接触这个东西，麻烦可大了。
那忧心忡忡，你的心怎么能安？所以我手机都不要了。有信众送我手机，好像送我三四个，全丢了，全不要了。这个东西是干扰。这就是烦恼。现在人没有手机，这日子怎么过？没有手机，过幸福、美满、快乐的生活，那不是你自己找麻烦吗？没有事情，不要去上街，这个市区不要去接触，乡下。接触的是田园山水，这个都好。都市里头，你所看到的，你所听到的，你所接触到的，没有一样不是烦恼。常常去就会受感染。就会受他影响，最好是不接触。这个我们可以做到啊。住家住到乡村里去，住到野外，最好是人迹不到的地方。这一段文说得非常好，有了又怕无常，水灾，现在有意想不到的水灾，前年。我在澳洲，移民到澳洲，我选择的地点是在图文堡小城。我在那里住了12年了。我去的时候，小城8万人，现在有12万人。这个城市面积很大，在外国人算土地面积，因为这个地方过去是英国人的殖民地，跟香港一样，土地是用英尺。那么澳洲图文巴这个小城，每一个人家的单位，他们的土地，一个人家单位是1万尺，所以造一个房子，大概是3000尺的样子，它前后都有院子，居住环境好啊。土地不值钱呢，我去的时候买这么一个单位，大概是6、7万块钱。听说现在是20、30万，涨这么多。我买了个教堂，改做金钟学院。那个时候买的时候50多万块钱。现在大概总的500万以上。那么这个小城在山上，海拔700公尺，
这么高的这个地区，怎么可能有水灾呢？那个鱼一下水马上就流下去了，就流掉了，怎么会有水灾？前年发生一次水灾，我在香港，我听说那么怎么可能？发生这个事情。去年年初，我回去一趟。遇到市长，带市长来看我，我就问他，这水灾到底怎么回事情？他说水下的太急了，流不出去，那就很可怕。只有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水就流走了，但是这一个小时死30多个人，汽车大概有70-80辆车，被水漂流，流到山下去了。很多死的人都在车上，车毁人亡，谁都想不到山上怎么会有水灾？真可怕！山上一般说怕火，山上森林多，怕火烧山。怎么会有水？现在连水都有了。水火之灾我们选择在高地，选择在山上。那个时候我就想到，布里斯班是在海岸旁边。靠着海岸，怕什么？怕海啸啊！如果有2-3米的海啸，就有灾难；如果10米海啸，那个灾难就很可怕了。20-30米的海啸，布里斯班就不会存在了。我想到所以我选择这个高地。距离海岸，距离布里斯班，我们开车1个半小时。大概有200公里，那么真正有海啸、大海啸的话，200公里啊是安全地带了。这是当年移民到那里去所考虑的。盗贼、只抢夺、偷窃之祸。这个发生灾难的时候，治安持续就没办法维持，这都在所不免。那我们准如何来躲避这个灾难？我教同学们一定要念佛，要求生净土。真正灾难爆发，我们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自己真有把握，这才行啊！对这个世间一切都要放下。要做到四好：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。好人有好报。因果定律，丝毫不爽。
下面缘假，指与我借缘之假，债主呢，指我欠债未还之人。以上种种借口突然发生，非常之火。所以做人一定要记住，不要跟人结冤仇。他跟我结怨，我不跟他结怨，这就对了。古人所说的仁者无敌，一个仁慈的人，仁慈的人一生没有冤家对头。换一句话说，仁慈是用这个来做标准来衡量。真正仁慈，你还有冤家债主，这就不是仁慈。没有冤家债主。不跟人结怨，那叫处处忍让，处处谦让。他回报我，我不回报他。他侮辱我，我不侮辱他，我恭敬他。要懂啊，冤结化解。他障碍我，我不障碍他。他陷害我，我不陷害他。他想我这一生现前的利益好处，我想是我来生的利益，没有冲突。这一生事事我都让你。来一生我的福报是自然的，前面所说自然中自然相。而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一生在这个世间时间短不长啊，未来的时间长。我们一生本着这种理念心态生活，待人接物，遇到净土法门这就缘成熟了。遇到净土法门，我们这一生可以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。对这个世间事全放下了这才叫大事因缘呢。这是人生最大的事情了生死出三界。到极乐世界成就之后，再回头来度这些苦难众生。所以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，应当要真干的。决定不能去怪别人。别人对我们怎样子对不起，那是什么？他对我们不了解，原谅他。不要去跟他计较，一笔勾销。佛教导我们看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，为什么？他有佛性，哪有不成佛的？成佛只有先后早晚不同，肯定是成佛的。想到这个地方，
恭敬心就升起来了。啊，不再给人为难了。对，消业障。啊，所以以上种种皆可突生非常之祸突然发生，你没有办法预料的，如火能焚烧啊，把你的房子烧完了啊，水能漂没，你的田园土地被淹没了，啊，道能解脱，明目张胆的来解脱，啊，贼呢是小偷，他不敢明目张胆，但是趁你不注意的时候，他来偷窃你的财物，冤家报仇。债主所欠，甚至我钱之钱，全非我有啊！我钱是极短的时间啊，这就是什么灾难啊！有同学把这个星期重要的新闻揭露给我看，我能够知道一点信息就靠这个，每一个星期送一份来啊，里面看到一个消息，印度跟巴基斯坦如果要发生核武战争，很可能引起全球核战，那么地球就毁灭了，战争一爆发至少死亡20亿人，这是世界毁灭。啊，爱因斯坦附体透的信息给我们啊，告诉我们他现在在无间地狱，而是所有地狱最苦的地狱，就是他，没有比他更苦的。他是什么地狱呢？无间地狱叫核爆地狱，他发明原子弹，啊，现在受原子弹爆炸，啊，大概每一个几分钟就是一颗原子弹爆炸，啊，他的全身的细胞，全身有多少细胞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全身的细胞大概是60兆，60兆个细胞，每一个细胞都在核爆摄氏几千度高温里面去烧烤，它的苦不堪言啊，非常后悔发明这个东西现在后悔没有用啊，他劝世界上人千万不要用核武作为战争的武器啊，制造核武的人，下达命令的人
智行的人，将来死了之后，都跟他受同样的果报。啊，就是无间地狱里面的黑暴地狱。来偷这个信息，地藏王菩萨特准他出来。啊，信息透出之后，他还要回到地狱，还就受他的果报。这可怜了。啊，他还说过，他过去是曾经在中国投过胎，中国人，还出过家。啊，是个讲经的法师。非常可惜，他也遇到了净土，没有求往生，造这样的罪业。冤枉啊！啊，世间最大的这个罪业就是这种，没有比这更大的。这是什么？灭绝的灾祸啊！核爆，他告诉我们，空气当中所有的细菌都死了，没有一个能存在，叫灭绝的灾难。啊，那我有人问过。啊，日本人挑衅，中国跟日本会不会发生战争？我劝大家念佛，我告诉大家，不太可能发生战争。为什么？会引起核武。啊，日本真的跟中国发动战争，美国马上就捐进来。啊，习主席有决心，啊，并不害怕，啊，不打传统战争，不打这个。要打就打核武，这个态度一表出来，美国人马上认真考虑了。为什么呢？同归于尽，没有胜负啊，死大家一起死。你要不要死？你要想活，你就不要发动；你想死，那这是个死的机会。全世界人全死，没有一个侥幸。啊，所以用战争作为手段的，我说过很多次啊。二次大战结束啊，用战争作为手段就画了休止符了，以后再不可以用战争。以后用战争是灭绝的，就是整个地球灭绝了。啊，谁都没有得到好处。啊，所以不可能发生战争。啊，一切问题都要在和平会议桌上去解决。啊，决定不能有战争。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这是我们不可以不晓得的啊。这个我情之间全非我有，
旧日财富荡然无余。这战争里头的现象啊，中国跟日本8年战争，这桩事情是我们亲眼看到的。抗战开始的时候，中国还有大家庭啊，这我就亲眼看见的。我姑妈家啊，我父亲的姐姐啊，嫁给一个大户人家，这个人家兄弟10个没有分家啊，是中国过去的大家庭，那个时候已经衰了，但是还有200多人啊，上上下下有200多人，我亲眼看见的啊。他们家里有40，就是家庭子弟学校，我在那个40里头还念过大概有1年半啊，进过他的学堂，学堂在祠堂，祠堂除春秋祭祀之外，祠堂是空的啊，规模很大，所以学校办在那里，还有养老，老人等于说老人休闲中心就在祠堂里面，有茶馆啊，有杂耍、艺术表演、说唱啊，老人这个每一天活动都在那边啊，都是全家的这些老人，退休的老人啊，还有些亲戚朋友。学校下课的时候，小朋友跟老人就在一起玩，天伦之乐啊！这我看见过，时间不长。你看，几年之后，中日战争爆发就没有了。啊，年轻力壮，30-40岁的人都出去了啊，逃难了，小孩也逃难了战争的灾祸啊。随着战争之后，我们去看的时候，我从美国回来，回到老家去看看，离开70年。回去之后啊，这个村子没有了，祠堂没有了，看到了一片空地，很凄凉。古人风飘解脱，消散磨灭啊。会说曰：风为焚烧，冰火、石火等难，漂是漂流、洪水、风波等难，戒夺盗贼啊，为冤家所消散，为债主所磨灭。这个是现实社会写照啊。下面这段：正义恶根，
啊，请看经文：心牵已故，无能纵舍；命中捐其，莫舍随者，贫富同然，忧苦万端。这是世间相啊，世间人心吝啬、贪婪，没有的想得到，有的不肯给人。啊，已故，这底下解释，坚定之心。至为万古，见死不救啊！财物有时，在心中啊，更增愤恨啊！他的财产被别人夺去了，那种怨恨的心。待到来世，来世再遇到报仇，啊，就造成什么？生生世世，冤冤相报，没有完没了啊！这才真正是有苦万端。愈界愈深，时间越长越难化解。这怨恨，这个事实现象，只有佛法能化解。啊，所以中国在古代，元明清三朝，啊，历代的帝王，他们有智慧，他们聪明啊，啊，用儒治国，啊，现在我们提倡。群书之友，这里都是以儒为主流，啊，帝王们用佛化名教化众生，啊，所以佛教的寺庙。全国农村里面都有啊，大大小小寺庙用佛教教老百姓啊，教民众啊。那最大的什么，就是佛教能化解冤结，啊，这些帝王用上了，这是好事啊！冤结会造成将来的大灾大难，他把它化解了，这个功德多大！啊，人跟人不再结冤结，把因果报应的事情讲清楚、讲明白，这佛教教学。对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，把民心安定了。啊，用道教祭祀祖先，祭祀天地鬼神，这些帝王把儒释道都用上。
啊，我看到的是蒙古大藏经的序文，啊，里面写了这些事情。今天要不要传统文化了？儒释道都不要了，这社会乱了，怎么收拾？没有法子收拾。那真正能让社会、让人心定下来，社会恢复祥和，就像汤恩比所说的，除了大乘佛法，做不到。啊，他讲的是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能救全世界。啊，念老注解里头这几句话写得很透彻。啊，这些坚定之心，这现在这些人非常顽固，啊，财物有时他就愤恨，啊，愤怒、怨恨、忧怨愁苦，一无解释，解不开啊！啊，故云无能纵舍。没有能够放下的，纵舍是放下，不肯放下了，不肯放下就记着仇，记着怨恨，来生遇到就报复。啊，这些现象都在我们面前，都是我们这一生亲眼看见的，而且今天不是某个地区，全世界。啊，我们走过很多地方，很多地区，啊，见过各个阶层的人，男女老少，确实，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。这个缘结得太深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化解，谈何容易？你夺了他财产，你还杀了他人命，他心里怎么能甘心？怎么能没有报应？啊，这个报应搞得今天整个地球社会混乱。啊，只有真正学佛的人学佛了。啊，我们离开这个地球，离开六道轮回，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唯一的一条生路。只要你不舍轮回，你决定遭受果报。这念佛要紧的，念佛是一生人生第一桩大事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。欲眷属何尽？啊，前面这个利害得失说尽了，佛教我们怎样做人，怎样处事。
请看经文：世间人民，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亲属，当相敬爱，无有增益，又无相同，无得叹息，颜色常和，莫相为利。释迦如来劝我们，这一次我们成过去生中修的无界十善啊，修的成绩还不错，这一生能得人身啊，得人身是靠无界十善啊，才得人身的，不是偶然。啊，那么这一生很难得遇到佛法，我们继续修五戒十善，佛所教我们，我们都做到了。啊，那我们就有信心，来生我们不会是人生。啊，这个生死之后啊，又换一个人生。这一生修的比上一生好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下一生的福报更大啊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。如果真的觉悟了啊，细心观察三界六道，只有苦没有乐啊，所谓的乐不过是苦暂停啊，感觉到很乐啊，福报享尽了，苦报就现前了，所以不究竟了啊，净宗法门，阿弥陀佛建立，帮助一切众生得究竟乐，利究竟苦。究竟苦是六道轮回，利六道轮回，究竟乐是极乐世界。我们要相信，不能怀疑，要真干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世界上有事的人都知道，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，第三次世界大战武器是核武，是生化武器啊，会把地球上不但是人没有了，所有的动物都不能生存，完全消灭了啊，地球还存在，地球上的生物没有了，这是人为的灾害，不是自然灾害。那么活在这个世界，
像经上讲的这些人，心情已固，不能放下的啊，这样的人多。啊，这样的人造的业不好啊，不善的业会赶来不善的果报啊，这很可怕。啊，他活得不耐烦了，他想死。啊，他有权。何物在他手上，不是他一个人死，我们大家一起死，怎么办？真的是同归于尽，刹那之间。啊，那我们学佛这非常幸运，我们时时刻刻都放下，时时刻刻都可以往生，对这个世间没有丝毫贪念，这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。啊，往生世界的人决定不造恶业。啊，造恶业对你往生会产生障碍。啊，这也就是说明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什么原因？造的恶业太多。啊，到时候冤亲债主来找麻烦，让你最后一念不是阿弥陀佛，就去不了了。啊，是放下重要啊，放下障缘就没有。不放下张云在啊，啊，命中奇卷，莫谁随之，贫富同然，忧苦万端。这四句，泛指一切世人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临命终时，在一切极爱的眷属、财宝、皆当舍利，就放不下，他有留念，就去不了了，极乐世界去不了了。啊，身体坏了，灵魂存在。灵魂在哪里？围绕着他的财宝，舍不得离开。这些财宝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，他用不上。啊，所以皆当舍利，独去独来啊，无能伴随呀。挚爱之人呢，可以同时死，但不能同处去。这一句话要记住。母子至亲啊，虽然同时死，去的地方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个人的业力不相同。
啊，业因不同啊，果报千殊啊，去处啊，各个不同。故云：莫谁随者，走的时候一个人走，没有人跟随你。这桩事情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不能没有充分准备。普贤行愿品里面说得更好，世人临命终时，最后刹那，一切诸根悉皆散坏。这是说你的身体啊，外面六根，里面五脏六腑，通通都停止了，啊，都不再起作用了，悉皆散坏啊！一切眷属啊，悉皆舍离，啊，你的家亲眷属，你所心爱的人，从此分别了，不再见面了。一切为师啊，你在这个社会上做大官，掌握着大权，有为有势，这个时候完全没有了。啊，相辅大臣，这是说帝王。啊，你的宰相，你的大臣，你的宫殿，你的城市，内外。啊，相马车臣是你的交通工具。啊，现在你有专车，运行有专机，啊，有自己的游艇、轮船，啊，你有珍宝，有佛藏，啊，收藏这些珍宝，如是一切无佛相随，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带得去。你空手而来，还是空手回去？与此同时，跟这段经文所说的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谚语常说：“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”啊，这两句话我们要常常念在口上，提醒自己。啊，最后这一句话很重要，唯有业随身，你造的是什么业？啊，生活当中造的业，工作里头造的业，待人接物造的业，啊，别人对我态度不好，我有什么感觉？那我有不好的态度对人，我没有感觉。人家也不好态度对我，我马上有感觉。要知道，我们什么态度对人，人家立刻就有感觉。这是什么？有意无意呀，结怨呢。
啊，别人怀恨在心呢，念念不忘啊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，来世报复。这是愚痴。真正学佛的人可不干这个事情。啊，他对我不好，我回答他笑眯眯的，化解了。啊，我们对人笑容、恭敬，像弥勒菩萨一样，笑面迎人呢。啊，对人充满了善意，充满真诚，啊，就能感动人。恶人也会被你感化变成善人，你的功德就大了。啊，如果放在心上生闷气，这个业造重了，来生来世遇到肯定要报复。啊，怎么能干这个事情？不论贫富，莫不皆然。啊，男女老少，贤愚不肖。贫富贵贱，这是平等的。过程。有苦无尽，古云万端。所以，佛陀教我们做人，我们要记住，啊，眷属要和，要敬。从谁做起？从我自己做起。别人对我不和不敬，是因为我对他没有和气。啊，他对我不和气，有怨气。我每一次见面对他都和气，时间久了就感动了。要有耐心，要有长远心。啊，世间人民，父子兄弟，夫妇亲属，当相敬爱。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，父子兄弟，夫妇亲属，没有敬，也没有爱。啊，只有什么呢？只有利害，有利。互相利用，没有利，远远离开。那为什么呢？怕他占我便宜。都是这种心理啊。今天没有利害，父子都不相往来。啊，何况兄弟朋友，往来的都是有利。我在他那里能得好处，我要利用他。利用完了之后，啊，再得不到好处了，就分手，就离开了。这是什么心？中国人做人的标准是仁义礼智信，叫无常。常是永远不能丢掉的，这是个人呐。无常都没有呢，那就不是人了，是什么呢？妖怪。
啊，这个话，2500年前，左丘明说的。左丘明跟孔子同时代。啊，孔子做春秋，他做注解。啊，他替孔子做注，叫《左传》，叫左丘明。这里头有一句话说：“人气长则妖心。”换一句话说，人把五常丢掉了，他是妖怪，他不是人。五常是什么？仁义礼智信。那换句话说，这个人不仁不义，无礼无智无信，这五个字他通通都没有，他就是妖啊。害人，害社会，啊，害国家，害世界，他干这个事情。啊，佛是怎么样教我们的？佛是正法。妖魔鬼怪是邪法，古人有所谓邪不胜正，啊，那么今天整个社会确实偏邪了，谁能把它扶正过来？这个人就是菩萨，就是佛陀，就是大圣大贤。啊，虽然不在其位，他是个火苗，是个火种。啊，只要这个火种世世代代传下去，这个国家民族就有救，啊，世界和平，太平盛世就有可能出现，不是在现代，啊，也许在200-300年之后，这往下这段经文非常重要，我们真正听懂了，真学习学习，至少就不是人生啊，绝对不会多三恶道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